之前介绍过氹仔繁华景象，游客嚟到金光大道感受完奢华后，好快就嚟到旧城区市中心体验本老地道嘅特色生活。而氹仔各区名校生活配套地标式商场都因应本地市民嘅需求而得到蓬勃发展。氹仔绝对商机无限，今日中原工商铺为你带嚟氹仔最亮眼嘅一块砌图，诚邀你一齐为呢块砌图上色，完美整个氹仔。金利达购物中心坐落于氹仔岛，喺澳门半岛同横琴新区嘅核心地段，而3到5分钟就可以去到金光大道或者旧城区，3分钟可以步行到轻轨站，喺物业周边800米范围内，有住宅约28000伙，覆盖人口约80000人。台木建筑面积约80000尺，地面铺位楼底更有7米之高，间隔空间灵活，符合行政牌照行业，入口更4通8达，商业建筑更设置中庭设计，大大提升购物体验和感受，将成为区内多功能的社区生活中心。金利达购物中心绝对是最亮眼的明日之星，万勿错过，联络我们了解详情。